一二三四五六，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9，200、201、202、203、204，240块。240，我给你收3日。270，270块钱。还走好几个。对，都下午爆单了。冒了，冒了，你不知道来回人。下午爆单了。一天一下午就闲着。现在收单了，但是还有一个顾客没来嘞。还有预约嘞。对，有预约嘞，现在等最后一个顾客。对，等着吧。有预约嘞，再给他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收摊了啊。今天上午算是捡了3个，但是没有收到钱，收到吃的了都，吃的喝的都有。然后后来实在没有人，又加上风太大了，我就回去了。然后回家以后，小飞就说你走了以后就爆单了，这块然后都堵车了，来了好多人，然后一下午一直没有停。刚才数了一下，一共挣了270，270块钱，一共270，一个下午飞了。今天比较忙啊，大家都来了，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大家见谅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谢谢。来了啊 ，VIP 来了。VIP 来了。这二等啊，这整容的卡都改废了。就是到恁嘞，恁是 VIP 吗？不是。我这里两个都没有，这真是够遭罪的，冷的。坐摊儿了，咋这么凉啊？这屋里一样，这屋里大一点。我咋感觉像坑哥嘞？不是，他这样的，这样。我也有。冷着点，这样冷。冷。冷坏了。对呀，冷几个。来吧，姐，天儿姐，要不这一会儿才看不见嘞。再看不见了。咱姐好。咱姐直接剃完，给小伟，按住小伟的姐。现在是面不好看。肩膀不是不好看不？咱不好看，颜值担当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就说，我不知道你在家，接完了一会儿带咱吃饭去。走，好好的接。好好的接啊！俺家的二少爷请客。这大户都不一样。必须好好接。走。直接演了。耶！这不是找人吗？这个人挑战颜值的啊。妞儿啊。妞儿。对，像师傅干弟的人。几个剪的头发都挺好的。都挺漂亮。刚才走一个96年的一个小伙子，剪的可漂亮了，对，好看。这个我剪的好不好我不知道，反正找我剪的都找着几分。你说这句话，有一个人该有意见了。咱就。不是他剪的次数少。还没开始嘞，因为咱这会儿呢是。以后那旧的头都包给你了，啊、对，以后再用完旧的头就包到这媳妇用户了。那还说啥？来，咱俩站一段，我看看。给咱又剪一个。咱俩家站一段。剪着吧，一个比一个帅啊！帅的很，帅的很。那人，还是那句话，那人的帅不只在脸蛋儿。不是。魅力，小飞可自信了，迷之自信，这叫。其实剪头也不是个轻年活，真是的，真的。站得慌，站得不动，站得腰疼。他口头容易静的慌。好了，好，收获满满，圆满结束。来，几个龙抬头了啊！节日快乐！节日快乐！大伟辛苦了啊！辛苦了，他辛苦，辛苦。